翻个身儿啊，半夜翻个身儿，就感觉能翻个身儿就是感觉到很奢侈的事儿，更别说睡觉了。可以生吃啊。这两节可以生吃，甜甜的。超好。特别嫩，超级嫩。用这个凉拌炒菜，哇塞，那是那绝佳的精品。好，他打电话那里，他有个打热波水器，那也不是反应的。那不有我跟他说不嫌不搭，我他搭出来，他跟人搭胆的呀，跟他搞出来搭一个胆。我咋知道的？那不是一进来不是板子，我想搬这儿。不动了就先搬那儿。特别清脆是吧？嚓一声，听着这声音就感觉到肉疼哈。肉比较疼，我得把手机开机。差不多吧，一天300斤，差不多。一等到下午的时候，我老妈、我媳妇儿，我们三个打包，然后我老爸挖。等到5点，差不多将近4点的时候，我老妈过来，他们两个挖，上午的话我就挖一会儿，啊，然后差不多一天能挖个300斤啊，差不多，也就是40-50份吧，40-50份，250斤到300斤，啊，这个收到能放多久？10天，放得好的话哈，半个月都行啊，最长的啊，娇姐是在2018年，她放了是1.5个月啊。45天，也是这个时候，他是10月30号、10月3号收到的，11月的1111嘉年华前几天吃完了，1.5个月，啊，裹上保鲜膜放在冰箱的保鲜室就行了，啊，放冰箱保鲜室 ，OK。如果你是北方的，你就放在阴凉干燥处，就不用放冰箱了，啊，当然了哈，室内不要在没有供暖的情况下，啊，可不，它放到冰箱里面的，他家的冰箱好，他家的冰箱好，喝口水，喝口水去，这一直说话哈，嘴巴就比较干。
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说，别看着这个土黑啊，对啊，喝水可以选小藕节吗？小一点，你可以备注一下，可以备注一下，你不是就是想要嫩一点的吗？可以呀、啊。你我告诉你哈，小姐姐哈，可以啊，可以小的藕节，不要那么大的藕节是吧？吃起来怕吃不完吗？一节儿，还是说，对，喝喝水，缓解一下，到中午差不多这一点儿能够好挖穿，然后这大概有个三四米吧。你是喜欢嫩的哈，还是啥？啥原因啊？还是说大的吃不完呢？大的吃不完，可以你下单备注一下啊，你就备注清楚，选中等的吧，一顿就炒一盘菜，然后不需要太大，然后就是说吃不完。我知道你是啥意思。嗯，也喜欢嫩的哈，可以啊。嗯，你就备注一下生吃的，然后我给你里面给你放个几节，放个两节吧，比较小的细的啊、嗯、回去你试一下尝试一下好吧，你备注一下吧。哎呀，在我家拍了一份送给朋友，可以点蚊香了。哎，四磊，蚊子太多了。青青，蚊子太多了，看这这是身上都咬的大包。蚊子叮咬的太难受了。没有关注阿飞的关注阿飞，姐姐们啊。自己家的藕不送啊，你们家也种的有藕吗？对，需要用嘴巴来喷蚊子，这样喷出来哈、啊、能死一大片。你家也种的藕吗？反正是啊，这个工作啊，这个工种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啊。这个工种说实在的，慢慢的年轻人就干的很少了，就很少人干这种活，特别是这人工挖的。你可能会说水枪打的，还可能会说一天给你一天按斤嘛，一斤弄个四五毛钱哈，一斤四毛，哎不对，一斤四毛还是一斤五毛，应该至少在五六毛一斤啊，然后一天挖个千把斤，一天弄个好五六百块钱，七八百块钱，就是这样啊。还多多少还会有人干这种活，如果太少的话，像这种人工挖哈，年轻人在我们这儿年轻人很少，几乎都没有啊，几乎都没有不干这种活，哪怕一个月哈拿个在外面打工一个月三四千都不会干这种活啊。感觉好好玩，你晚上睡觉香不香？你就挖这一会儿没感觉，你挖这一天试试，挖一天试试。嗯，小丁啊，你就下单备注啊。下单备注。啥种头估计挖不到头。9:30了，已经拍了啊！好嘞，好的，谢谢姐姐支持。那真是散架，让你红玉说啊，有时候啊，真是哈、啊，累的时候，让你吃饭，你都感觉到不成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吃不下去饭，啊，真是又累又吃不下去饭，嗯，还好。看手都起皮了，不还好哈？现在就是我的手，它不起水泡了。
现吃现挖。那你这还没，你就用手刨就行了哈。现挖现吃，口感好。现在已经挖了一半多了，等到后天就挖完了，后天就挖完了。唉，对，起茧子，不起水泡了，现在就是手上起茧，还好。挖着哈，这个如果手上撕的哈，能还好；如果干的话，拿不起来，容易打滑。没问题，我家的藕跟你家的藕比起来哈，这个肯定口感不一样吧？你去年也买过，吃过咱家的藕。啊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这一个小藕池哈，这个。